天来教大家怎么订房哦。那先进到我们亲子同享的官网之后呢，这边第三个这边有一个线上订房优惠，然后点选下滑之后呢，有台中头等舱饭店，点进去，然后就会进到页面。那往下滑呢，您就会看到点我线上订房，进去之后你就会看到我们专案两个专案，一个是精致，一个是豪华四人房。那再点进去之后呢，就选择您要的房型之后，确认一下您要的房型是什么，然后要几间，然后往下滑这边有整个时间表跟价位，然后去点选说您要什么时候入住跟退房。好，下面再确认一下你的住宿日期是不是都对了，那就下一步。下一步之后呢，看一下住房的须知，那没问题的话就按同意，那接下来就进行结账。好，结账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直接按访客订房就可以了，访客登入。好，只要再输入您的账单资料，然后备注的部分呢，这边大家可以记得，如果您需要浴缸的话，或是您有小 baby 需要婴儿用品的话，记得都在备注这边要打上去，饭店才会知道哦。那如果怕饭店没有知道讯息的话，您也可以在致电去饭店那边做一个确认。OK， 下一步之后您就会看到您的账单内容，确认一下你的名字啊、身份证那些有没有打错。好，没问题的话就会进行线上刷卡咯，这样就完成咯。